胡歌的感情世界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焦点，去年底还曾被爆出和张乐韵结婚，但随即被工作室否认。事隔不到三个月，又再度传出他将在2月14号情人节认爱，到底怎么回事呢？一名网友13日在网上发文写下，一名古装爆红的男星将在14日以发影片的方式公布恋情，女友是圈外人，另外还给出不少男星的线索。而针对这些条件，大家也猜测这个人应该就是胡歌，已经有网友准备好坐等官宣，也有人半信半疑。不过据传胡歌的工作人员已经出面否认这件事，不管最后会不会真的认爱，至少此时男神还是我们的哦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